可以看到远景骑车猛按喇叭，不断叫眼前的男子不要再跑了。原来稍早前呢，这名男子开车自撞分隔岛，而远景到场，他竟然直接弃车绕跑，但跑不到200公尺，还是被远景逮到。结果一查发现，原来他是酒驾上路才心虚绕跑。来带您看一段当时情形。不要跑了，不要跑了，蹲下，直接趴下。搞什么鬼啊！来，先生，慢慢的蹲起来，来蹲起来，东西拿着，那个是什么？眼镜吗？要命！警匪追逐战发生在14号凌晨12点多，凤山区和城路上，33岁无薪驾驶酒后开车撞上分隔岛后，车头凹陷，安全气囊也都爆开，现场一片狼藉。而警方到场就怕自己酒驾被发现，他一路狂跑，但最后还是栽在警方手里。实施酒测，酒测值明显超标，当场被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。